我去一个饮料买的一口饭。哎，你看怎么不拉丝啊？你我退了，你这个本来就不拉丝，要想拉丝还得是老饭奶。哦，那你给我拿个老饭奶，给五毛。哎，哎呀，你这个老饭奶还是不拉丝啊？哎呦，这个不是你那样吃的，拿过来，这个得放在这里面捂一下。来，先给你买辣条，你先吃着。嘿，辣条。好了没有啊？好了好了，给。嗯嗯，还真有拉丝啊！哇。哦，不对，你俩卷的炸鸡卷的菜在外面给我了，别跑！给你，我都没舍得吃呢，送给你吃吧，快吃点吃，千万别谢我。送我了？哎，阿丹平时没这么好啊，今天咋回事？良心发现了。